不羡鸳鸯不羡仙，只羡慕大哥每一天。 A 股这几天停盘，但是港股昨天开始哐哐一路暴涨，大哥一天六台没得差 T， 六台 ETB 中国红，就等十月七号，等十月七号开盘砸他100万，看看能不能开上大 G， 就看这一回了。自从 A 股开始暴涨，几题没得差 T 的大哥每天都得最少有十几个，现在经济都好到这份上了，我真是眼馋羡慕嫉妒，看着大哥们哐哐买鸡，我真是羡慕这波大涨呀。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，错过了一笔宝贵的财富，是不是？这些都不是道具啊，随机拿出来一个，这是原封的没得差 T 非凡大师挡住序列号，能原封。OK， 现在要去送货了啊！ Mate XT 这次有多硬，我们看到几万一台的手机就觉得很贵，但是我那天在外网在香港看到老外直接这台 Mate XT 只要有货人家出8000美金。八千美金是什么概念？八千美金是8台16 Pro Max， 你算一下这是多少钱。 XT 一发布直接把苹果的市值干翻了多少个亿，直接凭空蒸发了多少个亿，大家看过新闻的都知道的。该说不说，这几台是真的沉啊，这个4台真的好重啊。6台 XT 已经完整的送到了客户的手里，而且我感觉还会再溢价一段时间，毕竟 A 股在涨，港股在涨，美股也在涨。好了，多了就不说了啊。还有3天我要去清点库存，不对，我要甩货清仓，清完库存准备它个100个 W， 咱们 A 股见。能不能换上大 G 就看这一次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这样，拜拜。